哪里学来的？粉蒸排骨。朋友就喜欢这些菜。嗯，有下酒的，有肉的。小孩都已经吃了走了，你看这个鸡爪都吃了一大半。老公爱喝酒，吃饭太配菜，搞个柠檬鸡脚，这个已经煮好了。煮了之后去骨头去指甲都比较方便，看，骨头去掉了，这个指甲也好去。这么多剩饭剩菜，拿去给狗吃，鸡吃。辣椒让它屁屁疼。经过上一次的做法，这个大蒜不能切太小，不然一口下去全部都是大蒜，还是适合切大一点。淋上一点香油。撒上一点熟芝麻，换一个盆来给它拌一下。这下喝酒不会怕没菜了吧？一天要炒两三个菜，根本都不够他下酒的。这酒虽然说喜欢那种状态哈，还是少喝的好。黑暗料理。走一波，再做一个粉蒸排骨，蒸肉粉，湖北的独家秘制的蒸肉粉，这么好的菜，我赢两局，对怎么可以对得起你的手艺？我在这儿需要时间，旁边等一下。都先吃了，都已经出去玩去了。那我们俩坐这边吃。你也来一只啊？一个人很闷。我需要三四点半。你看我的身体虚，还想喝这个啤酒。我有点慌哎。慌什么？啊？慌什么？不是为了儿子是吗？刚刚聊聊了，他说我公布他的号码是犯罪的。搞不好要坐三年了，好吧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，兄弟们？好害怕！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我三年菜。他回复我了啊，发了一个视频，他回复我了，然后估计很多粉丝帮忙追，如果没有这么多助手，他怎么可能回我信息，是吧？他是威胁你。他明天十二点准时到账。叫我把视频删了。公布这种犯诈骗分子应该不用这个叫宣传，这个叫本来就叫宣传，是不是宣传怕别人上当受骗？本来现在就是国家就是严厉打击诈骗，天上下载国家反诈 APP， 公布反诈骗号码，第二代第二三代找借口说这说那个又不对，我也不发。我一个人打，打三打四打五个是吧？现在还反过来威胁你，还反过来威胁我一点点。要是你要真正的坐牢了咋办？啊？那应该送那个猪脚来吃。我是不会送的，我是不想待在这里的。再说他这个号码本来就是这个两岁的小女孩注册的，他已经犯法了。我到公安局查。你看，这又喝的，来一口，一口闷，好样的。